陈旧、不凡的人。懂这句话的意思吗？那就让我替你们上一课吧。大家好，我是来自乐华的朱正廷。通过这段时间特训，我以一个新的特工身份回来了。接下来我会用我独特的魅力把其他特工全部干掉，成为王牌。怎么样，有被我帅到吗？比别人优秀不算优秀，比过去的自己优秀才是真正的优秀。希望大家可以陪伴着我一直走到最后。